东海，位于中国东部长江口外的大片海域，濒临中国的沪、浙、闽、台四省市，面积约70万平方公里。受日本暖流影响，东海有利于浮游生物的繁殖，是各种鱼虾繁殖和栖息的良好场所。东海也成为中国海洋生产力最高的海域。在东海之滨，浙江省温州市的苍南县，有一处小镇名为盐亭。盐亭东面临海，三面环山，这样的地理位置让盐亭人以海为生。盐亭人打鱼晒网，世世代代守望着东海，守护着这一片巨大的